居然藏在太卜司，胆子真大！一零一零一零者，太卜大人早啊！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？本座这阵子都忙得很，有事相求的话便直说吧。 你的下一句话多半是：“你是怎么猜到的？”但转念又想到本座身份，所以突然闭口不言，对吧？小意思，我每天起床办公前，都会一口气就日常问题补个十几卦，结果往往在今日预卜中，我占算有什么恒生之劫的事情，得卦象掌落在坎乾之间。 穷观阵输出了解读，请之终极。乖乖，穷观阵都体贴的算到这份上了，看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瞧太卜用穷观阵推算卡夫卡的。嗯，原来如此。唉，我就知道，事情哪有这么容易啊？ 卡夫卡为了防止穷观阵，并不会让人回忆起任何东西，他只是收集情报，然后像推演又像地恒似的行。三月小本座是一，三月那么准备好了。太卜说要提供与过去经历有关的东西，给什么呢？ 仙舟上买的伴手礼，关于过去的东西，准备好。一路上带回的东西，我兜里倒是有一堆。 这是我的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只有这……等等，我知道这是……哎呀，你下一句很遗憾。嗯，阵法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务必，如果你没有……没关系的。那么，接下来如果回……我了解。抱歉，你没办法带上它。你是穷，换句话说。 穷观阵已经回溯重构出了你的过去，眼前这片空间便是以你提供的记忆和物品为素材构建出的情境。你还好吧，三月小姐？嗯，还好还好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身体素质不错。 产生幻觉了，这里为什么站着两个浮玄小姐？那可不是什么幻觉，其中之一是本座的投射，方便咱们随时交流。另一个浮玄的出现，这是我的哪段经历啊？这里似乎是行医集市。 如果所料无差，应该就是咱们攻入丹顶司的时候了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
我记得当时广场上到处都是云旗。嗯，毕竟这是琼关镇的推演，有失真的可能，但扰动怎会如此之大，这不合理。可以试着和那边的福玄对话一下，看看那位太卜有什么话说。福玄小姐，你找错人了。福玄小姐，若要解决星，虽然这段经推演的经，好。其法谋事在人，气出云霄，嗨，小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势如疾风，嘿，气冲云霄，啊！真是吓死了，突然就开始打架了。我看看啊，这里我不会要挨什么？哼，所以正是如为了防，太卜大人真可靠。哼，究竟是谁呢？不应在场，但却在场的人。玉皇，啊，不要回应。太卜大人听见了吗？杨叔，小三月，嗯，清醒点。好的，好的。松安，是陈敏玉皇。福玄，三月小姐，过去的事情，非得排除掉所有错误选项吗？你有强迫症吗？这叫完美主义。将军大人呀，将军大人，嗯，啊，三月七，嗯，你不满，哦，那又何必执着？谋事在人。势如疾风，直接推，我往上，气冲云霄，嘿，出现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贝洛伯格的加热器。哦，看来是一段异物，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东西。那倒不必，敲打敲打它，看看咱们能不能跳进那段经历。
伯格，天舟的贸易航路上。有事啊，来吧，泰伯。话说，我还从没摸过加热器呢。这玩意儿烧得通红，要是把手放上去……没事了，这是记忆空间。只要你在现实中没被它烫伤过，我在现少飞。啊，本座说你这就是被……好了，哎，太捕，你没感觉到吗？我忍不住打哆嗦了。多半是因为本座罗浮那段……别担心。对了，有时候人为了逃避痛苦，会刻意忘却某些极端的记忆。不知道你这更像我倒……但你什么都……所以本座既然这段经历。应该是我们初到贝洛伯格的那天吧，第二天我们就成了通缉犯。不应在场但却在场的人会是谁呢？三月小姐，这宾馆保……不不不，不意外。请问三月，另外怎么说呢？好久不见啊！以前……哎，你看这个蓝头发，嗯，真……这歌德宾馆的茶点可是一绝啊！林渊出这大苦的，苦的才对身体好啊。可是苦的就是苦的。贝洛伯格有……唉，这些经历扭曲的越来越离谱了。啊，表意无法反驳。三月小说是扭曲，这有点安心吧。好久不见，阿希尔。这不是三月七吗？好久不见了。列车没有回头，列车驶向了星空的另一端，因为这是它的宿命。就像在时间里前进的我们一样。三月七，不要回忆过去，那对你无益有害，请你相信我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怎么，你记忆中的每个人都在阻止你回忆？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。我也觉得奇怪，但走一步……啊，所以希尔不应该出现在这段记忆中，他就是这段记忆中的干涉源头。听，看来你不愿意相信我。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，只是……不必回答，不必歉疚，那只是试图阻碍你的一个幻影。我知道了，那么开始吧。相遇为一，谋事在前。哼，气出云霄。疾风，哎，好宝上，气冲云霄，哎，上下相依，势如疾风，哎，
这是什么？我瞧瞧，黑塔空间站字眼，看来这就是异物了。接下来回溯的经历，应该是我第一次遇见他的黑塔空间站。只可惜到最后，本座也没看到雪国的绝景，而是在彩冰现在出发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出发。三月，清醒一点，我们要抓紧些了。浮玄？啊，什么？跟上我。艾斯达站长说，前面那个房间里存放着星核。我猜军团对他也有很大的兴趣吧。这段经历，但好，人怎么还不带？怎么办？三月，本座现在。三月，你曾是在温瓦克内秉公。三月七。星穹列车在被姬子捡到后，自封印其身体的六项，因为他本就没有过去可言，他曾是以三月七所犯的过错，便是丢失了属于神明的权柄。这么离谱的事情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不过，你说的很有可能。上对下，用摇六三，哼，定是有人在偷闲摸鱼。小三月，有孤名可去探。啊！不要再说了，你不是他，他也绝不管你是谁。以额间之眼观之。谋事在人，哼！鸣枪，冲锋！反应，气出云霄，起子，急进！嘿！势如疾风，嗨！呀！气冲云霄，嗨！小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鸣枪，冲锋！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站发出的，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。三月，准备坐。这是？你是谁？我的记忆中没有你。我是刘公义，停了现实。三月，离开穷关镇，回到现实中去吧。过去不。该离开的是你。刘光一停，你是刘？你对这个女孩有何企图？
不管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思，这般夺走他人回忆，如夜障目，愚弄他人，我不能答应，只能动用非常手段了。三月小姐，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，本座会介入你的记忆。若涉冤屈，谋事在人。哼，势如疾风。嘿，阴阳变转，云枪冲锋，气冲云霄，持子一剑，哎呀，转势如疾风，相与为一，谋事在人。出手，福玄小姐。哼，我答应过要看顾你。刚才那个人说自己是流光一亭，一亭中各怀异志的人可不少，仅凭一句自报家门没法。这你还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？他们当时把封住我的冰块。那就穿过这节列车找到你的房间吧。丹河，我们一起把这块冰打开，里面的人说不定还有救。你们小心一点，不要弄伤他。我手里有分寸，这就去拍。这是
回事？怎么又回到起点了？是那个信使。不要回头，继续向前走。不要回头，继续向前走。不要回头，继续向前走。后退才能找到。干扰你，也许后退才。不要回头，在你打开这准备好了的话。啊，这怎么是我的房间呀？我都还没来得及收拾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这是你的房间，房间中间的那块冰，也是你房间原本就有的摆设吗？冰？这大概就是异物了。看起来，我们的探索之旅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。本座最后再确认一遍，你确定要探索自己失去的过去吗？我确定。太卜大人，大眼穷观阵开始演算了，他抽不开身。怎么又是你？我回忆过去关你什么事？为啥要阻挠我？请你相信流光一庭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。那也不能用禁锢的方式来保护一个人呢。我们知道，既然你那么想，我将会为你展示你的起点。希望你不要再探索更远的事物了。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，那不会有任何好处。就是你的起点，更早以前的是展翅的鹰，而你，但你此刻经历的该告别了。啊，不，等一下，啊，好难受。浮雪小姐怎么突然就中断了推演？我甚至还没穷观阵在三月。所以，那位神秘人的确是流光天君的使者。所以，是符离，和我的过去有关的星神是记忆的符离。不，还不能这么断言。也许信使，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了。看来小没关系。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得赶紧组织人力检修一番。可恶，若是穷观阵有所损伤，我会心疼死的。那么，咱们就先。